如果你被一个病娇少年爱上，你觉得是好是坏呢？这不，男主就被病娇给绑了。你是谁？要对我做什么？病娇说道：“你的光芒太耀眼了，会让某个人注意到的，所以只能把你给嘎了。”这位病娇反派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病包子，从小体弱多病，最后英年早逝后，灵魂穿到了天界一个兔子精身上。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，因为误食了天地中的萝卜，被天地惩罚，下放到3000世界执行任务。如果任务不成功，就要在小世界轮回一辈子。本以为扮演病娇反派， 拆散主角CP是小事一桩，但是树立品学兼优的优等生主角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？男主角步步紧逼，搞得少年都有点懵逼了。谁才是病娇反派啊？且看少年如何被一步步吃干抹净。系统开始剧情，即将进入的世界是一本校园纯爱，谢云深和梦觉同窗三载互相暗恋，最终修成正果。而你则是里面的病娇反派，喜欢梦觉，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地阻止他们在一起。最后因为太过火，被主角团给嘎了，顺利走完剧情，你的任务也就成功了。 友情提示：这本书我们只知道剧情框架，具体细节需要宿主补足。少年当然不负所望，将男主绑了，还要把人家给嘎了。男主怒道：“你这是犯罪啊！你可真是一个好人呐，我都把你打晕绑到这里了，还会在意这些吗？你喜欢谁？我帮你追。”说到做到，病娇一时竟有些无话可说，一把抓住男主的头发，废话少说吧，好好睡一觉，醒来我就放了你。 男主这个身高1米9，居然被一个软萌的少年给绑了。为了阻止男主与真爱见面，要把男主给嘎了。一颗药丸就给喂了下去，然后07又有点担心，他不会有什么事吧？系统说道：“不会的，只是一粒安眠剂而已。”宿主，你刚才那个笑容非常棒，变态病娇，接下来继续努力阻止谢云深和转校生梦觉出狱，任务完成。而少年内心却是欲哭无泪，要是有的选，他也不想当病娇啊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他做病娇变态也是很有潜质的。这时突然传来求救的声音， 都要把少年吓坏了，他怎么醒了？难道药效不管用吗？看着男主的状态好像不太对劲，汗水从发丝上滴滴落下，挣扎中绑着的绳子被挣开了。系统翻着包包，难道是要拿错了？看着药瓶子上的名字，顿时有点斯巴达了。谢云深一把将07给控制住了，扯下蒙住眼睛的布条，小兔子慌了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变态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”然而男主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这人是属狗的吗？说咬人就咬人。系统看情况不对，脚下一抹油跑了。 宿主，你坚持住，这种情况我要回去请示领导。既然系统靠不住，只能自救了。放开我，看我的铁头功！这一下，谢云深怔愣一瞬，未成年禁止入内，剩下的我就替大家看了。07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啊，把自己给交代了。 男孩因病去世，穿成天界的一只兔子，还以为可以翻身成仙，却因偷吃萝卜被送往3000世界做任务。本以为扮演病娇反派拆主角 CP 是小 case， 哪知第一天就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却不知在自己逃跑后，学霸那是一脸阴沉，势必要抓住他。07一到教室就被班主任劈头盖脸的训斥，而谢云深也来了，但老师的态度那是一个天壤之别。我知道你肯定是身体不舒服才没来的，要不要再去医务室看看？07都要实话了。 没有对你就没有伤害，不愧是学霸，连逃课都有老师给找借口。老魔头说道：“今天查了监控，下午一到4点你根本没出去。你躲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？”我谢云深不由得看向07，下午他居然也不在，是你吗？07尴尬的都要抠脚丫子了。老魔头更加怒了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肯定躲在学校后山抽烟去了。”07灵光一闪：“对对对，我当时就是去后山抽烟了。”谢云深冷笑：“呵，心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啊。”气得老魔头直接让07去器材室 拿一些工具，无可奈何的07蹦，只能又回到了工具室。哎，真是的，我是不是和这器材室有什么孽缘了？这时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你之前来过这里。”07顿时感觉不太妙，一回身看到了谢云深：“你怎么结巴了？说话很难吗？”07连忙狡辩：“我只是被你吓到了，你这人怎么走路没有声音呢？”而内心发苦：“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因为我和老师的对话引起他的怀疑了？”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穿越的第一个任务就反被扑了，系统还是个不给力的。男主神志已然不清晰，07为了保住小命，他只能求饶。然而谢云深根本不会放过他，时间过了3个小时，看着身旁已睡着的谢云深，他居然这么厉害。这时的系统也冒出来了，07一顿咆哮：“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知道我为了这个任务牺牲有多大吗？”系统也开始装可怜：“嘤嘤嘤，对不起嘛，宿主，领导说我能力不行，让我去培训了。”少废话，好在他迷糊不清，不然我可受不了。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，糟了，原主的班主任可是个老魔头，翘课这么久不好交差呀，急忙逃离了工具间。而谢云深也醒了过来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别让我找到你。07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？07有些尴尬，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逃课了。哼，平时上课走神就算了，现在还敢逃课，马上考试了。你回去把卷子抄3遍。这时办公室门被打开，谢云深进来了，两人的眼神相互交汇。云深啊，你今天下午怎么没来上课？
还没等谢云深回答，老师把理由都给想好了。知道是你身体不舒服，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？零七都要石化了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不愧是学霸，连逃课都有老师给找借口。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这就是学霸与学渣的区别吧，就连旷课都有老师给找好了理由，而我们的零七兔兔便被老师给罚去工具间拿东西了。零七内心发苦，自己是不是和这器材室有什么孽缘了？这时一道声音传来，你之前来过这里？这把零七吓得魂都飞了，你怎么走路没有声音啊？谢云深欺身过来，我要是有声音不就被你忽悠过去了吗？零七别过头去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得去上体育课了。小样还敢跟我斗？谢云深一把将零七的双手钳制住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谢云深凑到耳边说道，别装了，你早就暴露了。这零七那爪子了，系统咱们该怎么办啊？系统这个不靠谱的说道，不行咱就装晕吧。零七无语，装晕也不是个办法呀，书里也没这情节啊，万一剧情崩了怎么办？算了，只能靠自己了。于是他主动靠近谢云深，你知不知道咱们这样很容易被误会吗？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既然你长得这么帅，我也不介意来点什么呀。谢云深没想到他居然会来这招，并没有反应。零七内心也是慌的一批，那就别怪自己出大招了，结果手刚一动就被反压住。你可以不承认，但最好别被我抓到把柄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说完便直接离开了。零七终于松了口气，而这时一道声音传来，一个男孩探出头来，零七同学是吧？我是今天刚转过来的孟爵，班主任叫我过来跟你一起拿工具。好家伙，男主角兽也出现了。软萌少年为了拆男主角的 CP， 本以为扮演冰娇反派很容易，谁知道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，最后还差点被男主角给认出来。谢云深前脚刚走，男主角二号梦觉出现了。零七内心腹诽，自己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刚走了一个主角攻，又来了一个主角受，而且他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若是被他听到什么，自己的人设就崩了。书中的剧情前期自己可是很善良，最后才暴露自己冰娇的一面的，或许自己应该试探一下。于是零七便问道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有听到什么？孟爵一脸疑惑，听到什么？这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？零七这才放下心来，打着哈哈说道，就是自己刚才在自言自语，怕被你听到有点尴尬。于是两人一同回去，却不知此时的孟爵正在身后盯着他。哼，零七是吗？一边是蓄意勾搭，一边是纯良无辜表里不一的样子，还真是挺有意思的。放学后零七去驿站取快递，包裹已经在驿站滞留了很久了，老大爷都想要收费了。看到快递零七有点傻眼，这快递也太大了吧，原主这是买了什么？刚把快递打开，系统和零七直接傻眼了。果然原主还真是变态人设，这该不会是按照孟爵定制的娃娃吧？书里面原主可是喜欢过孟爵的，这可真是难办了。这时谢云深走了过来，看着地上的东西说道，你这是不打自招了？软萌少年做了亏心事，差点被男主公发现，刚把公壶弄走，谁能想到男主兽也出现了。而零七不知道的是，孟爵居然也是个有秘密的人嘛。放学后零七取快递简直让一统一人傻眼了，原主这边太人设真不是盖的呀。这时谢云深还走了过来，你这是不打自招了？零七脸一红，我招什么了我？谢云深晃了晃手机，没关系，听说校园 BBS 好久没有火爆的帖子，不如你当一回主角。零七顿时炸毛，你敢？两人不遑多让的对峙起来。谢云深说道，我数十秒告诉我真相，否则我送你上热门。嘴里还一直在倒数着数字。零七那是破罐子破摔，我说谢云深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了。于是他非常霸气地打开箱子，这个娃娃都是照着你一比一复刻的，甲方爸爸您看还满意吗？气氛顿时鸦雀无声了。零七想要射死当场，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，要是不满意我们还能返场修改哦。谢云深的脸已经黑得不能再黑，零七竟然有些瑟瑟发抖，下一秒他就被捂住了嘴。闭嘴怂兔兔！零七不干了，叫我说话的是你，让我闭嘴的也是你。谢云深放开他，是不是你？你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管你什么目的我都不会放过你。零七 VS 谢云深，零七胜。喂学霸，一码归一码，记得把照片删了。童子，我现在才终于明白人之见则无敌是什么意思了。童子毫不吝啬地夸赞666，而他第二个任务刷新了。小兔子胆子是真大呀，竟然敢当众和男主君硬刚。童子还让他继续新任务，要在聚会上向孟爵抹黑谢云深，包括但不限于说谢云深坏话，找人假扮谢云深霸凌的对象等等。零七认真的思考了一下，童子你觉得谢云深会到场吗？书中他可是喜欢安静，不参与这种人多的场合的，既然这样就好办了，我就可以自由发挥了，哈哈。当晚零七刚来到宴会舞厅，便看到了孟爵也在。因为孟爵的家境普通，时常出入这种高档场合做兼职，而他正在被一个鬼佬破口大骂，只因为他不小心踩到了他高档的皮鞋，还要老板扣掉他今天所赚的工资。零七看不下去了，一个溜溜弹珠就弹到了鬼佬的脚边，一个不注意鬼佬便一屁股摔倒在地。零七出声地说道，
这位先生，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话音刚落，便来到孟爵的身边，拉着他就跑。孟爵没想到林七会出现帮他，林七很是贴心的安慰他，而孟爵并不在意，这种事情他见得太多了。林七想了想也是，这种在学校也很常见。孟爵很是惊讶，你说的是我们学校也有霸凌吗？林七顺势凑到孟爵耳边，各种诋毁谢云深，什么他表面一套背地一套，可会装了，千万别被他给骗了，巴拉巴拉的。殊不知谢云深也被他父亲带到了宴会厅，林七的一系列操作都被不远处的谢云深看得一清二楚。原本他是不喜欢参加宴会的，可是听说今天林七也会出席，当即改变了主意。谁知刚来就看到他和一个男生举止亲密，顿时醋意大发。原来他心心念念不惜一切也要毁灭情敌的暗恋对象就是那个男生吗？软萌小兔子扮演冰娇反派 CP， 却因酒精过敏现出了原形，还被学霸现场抓包，当即被五花大绑压在卫生间，揪着兔子尾巴就要来个红烧兔尾。林七还在背后说着谢云深的坏话，殊不知一切都被谢云深看在眼里。对此事一无所知的林七，第二个任务也顺利完成了。兔子很是高兴地喝了几杯，而马后炮的童子才想起来原主对红酒过敏，结果就是林七居然现出了原形。林七吓得连忙躲进洗手间，谁知谢云深也追了过来，看到他这副毛茸茸的模样，整个人都懵住了。林七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做成麻辣兔头，但是绝对想不到之后发生的事。谢云深第一反应就是林七又想要玩什么幺蛾子，当即将隔间门反锁。尾巴是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变魔法懂吗？谢云深来了兴趣，突然冒出来的尾巴有点意思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不承认就可以对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吗？伸手便摸上了林七的兔耳朵，林七羞恼地撇过头，你给我松开，我偏不呢，这可是你欠我的。毛茸茸的兔尾巴，这手感简直舒服极了。没想到我的同校生竟然是只兔子，又被我抓到一个把柄。谢云深摸摸耳朵，摸摸尾巴，便让兔子开始全身颤抖，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。随着谢云深的动作，逼急了的兔子还会咬人呢，一怒之下便扑了上去。萌哒哒的兔兔明明扮演的是一个冰娇变态，却被男主公给撸兔兔了。我们的林七就要面临兔劫不保。林七的兔子耳朵出现，悲催的还被谢云深发现。谢云深显然对这样的林七来了兴趣，对着他就是又抓耳朵又捏尾巴。他兔子的耳朵和尾巴那是何其敏感，因此林七实在忍无可忍，直接咬上了谢云深，狠狠咬住了他的脖子。可谢云深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还鼓励他再咬得使点劲，毕竟他还是第一次被兔子咬呢。林七可不想毁掉这里的世界观，连忙解释，我这是 cosplay，道具很是逼真，学霸这么聪明还能不知道吗？其实内心都快崩了，他可不想校园甜文变成魔幻文了，世界观可不能崩了。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，里面的人掉坑里了，那赶紧的，等半天都快憋不住了。谢云深露出一抹坏笑，直接将林七拉到隔间，挂上修理中的牌子。门外的人进来后直接怒了，什么鬼，三个厕所隔间两个修理中，他是再也不来这破地方了。却不知隔间内正在进行捆绑兔子事件。谢云深嘴角上扬，显然很是满意自己的杰作。只见我们的林七正反手绑住手腕跪在马桶上，嘴里不停喊着，谢云生，你放开我，你要干什么？谢云生认真观察着哭哭啼啼的小兔子，饶有兴致的视线落在那摇晃的兔尾巴上，然后用力一抓兔子尾巴。道具还挺真实的嘛，不错呀，我最爱吃兔尾巴了。林七被抓得脸红，差点当场去世，哭唧唧的他实在想不通，难道自己之前做的还不够恶心吧？为什么非要缠着他？小兔子偷拍谢云生还被发现了，这真的是兔入狼口啊。林七为了第二个任务能够不再出现意外，那是斗志满满，扔了谢云深的剧本，又是破坏他的自行车刹车。他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，偷拍他洗澡的照片做成表情包，然后发布校园网。这时他正好听到同学议论，谢大学霸是不是和咱班新来的孟爵有仇啊？谢大学霸的台词不见了，最后居然发现在孟爵的书桌里，而且今天对戏的时候，学霸骑自行车还不小心撞了孟爵。林七眼神一亮，好戏上演了。不过怎么没人来这间大的浴室啊？林七一边洗澡一边唱歌，真的好舒服啊。洗了好一会才发现谢云深居然也在，正好他的任务也剩下最后一波。看着谢云深，他不由吞咽了下，然后拿出手机，咔嚓一声响起，林七直接懵逼了，自己竟然忘了关快门声，而谢云深显然也发现了他。林七内心慌得一批，这下要完了。谢云深很是危险地靠近林七，小兔子，偷拍别人这是你的新爱好吗？林七已经被眼前的画面冲击得说不出话，这身材真的太完美了，脸也帅得不像话。还有，这时谢云深已经凑到了林七的眼前，为什么偷拍我？林七将手机藏在身后，嘴特硬地说道，谁偷拍你了？不小心按了相机开关而已。还有，你走开，不然我叫人了。谢云深龇牙咧嘴地说道，你没发现这个浴室没有其他人吗？
小兔子还想设计谢云深吃瘪，实际却是他的一切举动早被谢云深看穿了。灵七左右一看，这才发现异常。谢云深表示他不喜欢和别人一起洗澡，所以包下淋浴间。灵七赶紧解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这里是你包的，我马上出去。谢云深嗤笑，这里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了，而且你先是扔我台词本，破坏刹车片，现在又来偷拍我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灵七心中一惊，所以你早就知道是我做的提前埋伏。谢云深心情很是愉悦，你看你做的那些事，表面是阻止我接近梦觉，实则错漏百出，以你的智商，难道不知道那附近到处都是监控吗？你像是故意做这么一件会失败的事，对吗？真是不能瞎立誓啊，打脸来的也太快了。灵七有些无语，你想骂我蠢就直说，别说一些有的没的。谢云深见状想到了一件事，对了，你总自言自语说的那个书灵是什么东西？这下一人一桶瞬间不淡定了。谢云深一看灵七这表情就知道自己猜对了，下次你想把彻底要倒，注意剂量，难道是那个东西在威胁你，还是说你们本就是精怪作乱？这下一桶一人更惊恐了，完了要被他发现了，系统更是统声不保，宿主你快想想办法，不然我实习期都过不了了。灵七眼神一狠，可恶，这个系统果然是只废柴，只能靠自己了。他故作高深的靠近谢云深，你都知道我是一只兔子精了，不难想象还会发生超乎寻常的事吧。谢云深一脸深意，是吗？可是这样可爱又有趣的小兔子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小兔子的秘密都被男主看穿了，这可把一人一桶吓坏了，你到底在隐藏什么？灵七撇过头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现在开始我选择闭嘴。谢云深眸光暗沉，你可以闭嘴，但我有的是办法撬开。说完他直接捏住灵七的脸颊。都说死鸭子嘴硬，兔子嘴硬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灵七被霍霍的泪水都流出来了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谢云深抽回手，你不说我也猜到了是在完成什么任务吧，比如用你拙劣的离间计撮合我和梦觉。一人一桶嘴巴都快合不上了，不是吧？他这都猜到了。谢云深转过身，可惜我不是你世界的 NPC， 不会如你所愿。灵七傻眼了，童子，你确定这次的任务不是地狱级别的？漫画里其他宿主有了金手指都是可以稳赢的，系统也没想到会这样。不过宿主啊，现在不是纠结，这个时候咱们得赶紧想办法。灵七觉得既然谢云深这里行不通，那就只能换个角度。于是灵七早早的来到教室，他趁梦觉不在偷偷溜到他的座位上。书里梦觉可是对谢云深一见钟情，只要他借谢云深的名义写一封情书给他，那他们的关系就会如同坐火箭。就在他觉得大功告成时，梦觉出现在他身后。你在干嘛？灵七慌得一批，灵七，你在我抽屉里放了什么呀？灵七急中生智，赶紧拿出信封，其实就是谢云深让我把这个给你，之前是我误会他了。谢大学霸其实长得帅，成绩也好，感情上肯定是个忠犬。梦觉看完信后脸上带着一丝羞涩，没想到他居然对我这种心思。灵七，我现在就想回应他，你可以陪我去吗？灵七有点懵，我也去吗？小兔子见攻略谢云深这条路行不通，转变策略将主意打到了梦觉身上，一大早便来到教室，把自己模仿的情书放到梦觉的书桌里，还让梦觉看到了。灵七急中生智，说是谢云深写给他的。梦觉看完信后脸上带着一丝羞涩，没想到他居然对我这种心思。灵七，我现在就想回应他，你可以陪我去吗？灵七有点懵，我也去吗？却不知梦觉早已看透一切，谢云深的情书是吗？自己模仿的不错，事情发展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呢。谢云深坐在长椅上正在看着书，两人找了过来。谢云深，你的信我看完了，你很优秀也很好，但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灵七就是我喜欢的人？啥玩意？灵七下巴都差点吓掉了，这是什么鬼？这发展不符合逻辑啊，这剧情要崩的不是一星半点啊。梦觉温柔地握住他的手，灵七，从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小兔子那是吓得脸色发白，全身发抖啊。大佬谢云深就看着他俩表演，而梦觉仿佛没看到般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如果吓到你我很抱歉。灵七的脸是又红又尴尬，谢云深那要吃了他的眼神，糟了，现在还是赶紧开溜为好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梦觉不由扬起嘴角，跑得还挺快，真像只兔子。灵七蒙逼啊，梦觉怎么突然跟他表白啊？到底是他们出问题了，还是自己有问题？问题可大可小，这声音直接把灵七吓了一跳。谢云深，他什么时候跟上来呢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小兔子居然被大佬胁迫了，女装的小兔子也太美了。这不，小兔子见谢云深油盐不进，只能将主意打到了梦觉身上。让小兔子想不到的是，居然被梦觉表白了。小兔子的下巴都要被吓掉了，直接撒丫子就跑了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谢云深靠近灵七，我可以帮你，但前提是你有值得让我帮的地方。灵七憋屈啊，你想要什么？放学别走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小兔子那是忐忑不安的等到放学。什么？你让我扮演女装大佬取代梦觉和你一起表演话剧？
谢云生一脸坏笑，没关系，我不勉强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林七看了看身后的女装，内心那是一万头妈妈跑过，最后心一横，穿就穿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主线剧情不能崩，自己还指望着他能复活自己呢。我去后台换衣服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只是这个裙子的绑带让林七犯了难，是怎么也穿不上。这时谢云生走了进来，怎么还没好？小兔子顿时炸了毛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谢云生看着眼前的画面，眼神逐渐深沉，靠近林七说道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没等小兔子回答，直接动手。话说我很是好奇，你的兔子耳朵和尾巴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？林七猛地侧头盯着谢云生，不该问的就别问。谢云生啧了一声，心里很是不爽，嘴硬对着小兔子的尾巴就是一抓。林七那是一个惊恐啊，快拿出来疼。谢云生抽回手，很是满意，不错，这回老实了。小兔子被大佬胁迫，为了不崩剧情只能上女装，该说不说，换上女装的小兔子简直美极了，大佬恨不得吃了他的兔子肉。林七换好衣服站在舞台上，同学都夸赞他很是美丽，光看这身打扮，林七简直太适合这角色了，真的好像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。林七理了理自己的裙子，可是自己究竟该怎么演呢？于是他拿出剧本开始认真研究，剧本大概意思就是他要做拯救者，吻醒沉睡中的王子。林七简直羞愤不已，这剧本到底是谁写的？没有办法，林七只能按剧情排练话剧，这一次他要做那个拯救者，与巫咒抗争，他到底能否拯救王子呢？林七提着裙子来到谢云生身边，亲爱的哈姆雷特，我来看你了，虽然只是错位，侧脸贴贴就好了，但是这也靠得太近了吧。这时谢云生说话，你很紧张吗？这让林七顿住了，本来不紧张都变得紧张了。林七，有人找你。这道声音让林七顿时感觉得救了，大家也休息一下吧，我也需要时间找找感觉。出了门他常常呼了一口气，却没想到找他的竟然是梦觉。梦觉有些委屈地看着他，听说我的角色被你取代了，虽然是反串，但你看起来很合适，就像和谢云深天生一对，怪不得我说完你就跑了。帮谢云深送情书心里很难受吧？林七赶紧解释，我没有，我不喜欢他。梦觉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，那你是讨厌我吗？林七狂摇头，不讨厌。梦觉一听这话一把抓住他的手，那这么说我还有机会啊。小兔子蒙圈了，为什么俩主角都对他有意思啊？梦觉拉起小兔子的爪子说道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？林七想去死一死，太无语了，自己为什么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？说够了没有？这道声音让两人齐齐回头，谢云深懒懒地靠在墙上看着两人，林七，大家都在等你。林七整个吐一垮，哦，这就来了。而林七却没看到梦觉和谢云深之间的电视火花。梦觉很是讽刺地说道，学霸他很有趣不是吗？谢云深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和你没关系。这边话剧接着排练，但这次谢云生告诉他，我突然后悔了，除了表演话剧你还要答应我其他需求。小兔子炸毛了，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？谁规定我一定要说话算数？气得林七想要嚼了他。那我们的交易到此为止，准备直接离开。谢云生一把抓住他，走什么？接着吃瓜群众一声哗然，王子和公主他们也太敬业了吧。谢云生退一步道，行吧，这次可以先和梦觉吃顿饭之类的，下次嘛。小兔子内心一顿咆哮，可恶，这个精明又腹黑的家伙。谢云生根本不喜欢梦觉，他摆明了是打着交易的幌子戏弄自己，这样下去主线还是会偏移，那么他就算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也没用，他必须要想想办法。书中提到过，谢云生外冷内热，在福利院就被梦觉身上的美好与善良打动，虽然这个剧情比较偏后，但眼下的状况不得不把它提前了。小兔子为了加快速度只能将剧情提前了。书中提到过，谢云深外冷内热，在福利院就被梦觉身上的美好与善良打动，正好明天是周六，这就给他们发消息约福利院见。谢云深看着柜子中衣服很不满意，清一水的灰色系，林博，我的衣服是不是都过时太死沉沉了？林博有些不解，少爷以前不是夫人给你买什么就穿什么吗？而且你不喜欢颜色太亮了。随即眼神一亮，少爷你莫不是明天要去约会了？谢云深嘴里上扬，约会吗？才不是，只是有一只小兔子想见我而已。如果学霸知道兔兔不只是邀请了他，会怎么样呢？夜深了，梦觉也打完工回家，一开门就是父母的争吵，一天就知道喝，天底下有你这么窝囊的男人吗？要不是你偷我钱救济你初恋，我能混成这样？这个家我也不想待了。说完就对着梦觉道，死兔崽子别挡着我。而父亲刚离开，母亲怒火发到了梦觉的身上，几点了才回来？随后便是一巴掌打了过来，跟你爹一个德行，登不上了台面的东西。梦觉眼神阴沉，狠狠地看了他母亲一眼，然后表情瞬间变化，妈妈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。次日福利院，梦觉给一群小朋友讲着公主和王子的故事，外面车声滴了一声，林七转头，正主来了。书里谢云深对梦觉春心萌动，正是始于福利院之遇。福利院那一小孩不停地哭，我的鞋子不见了。梦觉蹲了下来安慰小朋友，小朋友你的鞋子呢？别着急，我去帮你再找一双鞋子好吗？小朋友眼睛瞬间变亮，谢谢哥哥。林七看着这么温柔的梦觉，谢云深一定会被迷住的。
大佬还以为小兔子要见自己，谁知道他居然还约了别的男人。小兔子努力地撮合着两人，谢云深淡淡地看着他们。小兔子自我觉得谢云深一定会被迷上的，然而谢云深然语气冷淡，你还约了孟爵？林七懵了，不应该呀，他的反应不对啊，但还是说道，是啊，人多热闹吗？谢云深有些不屑，那你发消息说很想见我？想起昨天的消息，林七有点怂，那时谢云深问他是不是很想见他，他回道，是吧。林七将头侧，一边小声嘟囔着，你也没说不能约别人来啊。这时谢云深靠近他，你说什么？林七赶紧说道，没什么，那啥，既然都来了，那就一起陪小朋友玩嘛。大力地夸赞着孟爵，你不知道孟爵同学多么善良，多么有爱心，来之前还给小朋友们带了自己做的手工糖，他还会讲故事，比故事书写的都要好。孟爵看向林七，这不算什么，我只是帮帮忙而已。谢云深似笑非笑，还真是道德模范了。这时一小女孩大叫，那不是小智吗？他上树去拿风筝了。三人这才发现树上的小朋友，赶紧冲了过去。那小孩为了拿到风筝也是拼了，还没拿到风筝，脚下一滑崴了脚，从树上掉了下来，好在被孟爵接住，好险，幸好接住了。孟爵稍微严厉地说道，下次不可以上树了，太危险了，知道吗？林七看着这样的孟爵，怪不得他在书里人气这么高，闪光点这么多，谢云深是瞎了眼才看不上他。于是他转头对谢云深说道，我这里走不开，要不你和孟爵一起送小智去休息吧。小兔子太蠢了，学霸因为他还约了其他男人吃醋了，他根本都不知道学霸喜欢的人就是他。为了不崩剧情，小兔子也是拼了，先是让谢云深和孟爵一起带小智去休息，然后又是拉着两人去鬼屋玩。老板来三张门票，老板有点猛，哪来的三个人？林七回头这才发现谢云深没有跟过来，连忙跑过去，学霸你怎么不进来呀？谢云深脸色有些不自然，你们玩吧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事。林七有些狡黠地说道，学霸你该不会是怕鬼吧？谢云深不干了，谁说我怕鬼了？既然学霸怕鬼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哼，区区鬼屋而已，我才不怕。林七根本不信，嗯，你不怕。三人走进鬼屋，真别说，鬼屋的气氛烘托得非常到位，谢云深冷汗都下来了。林七暗搓搓地搞事情，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找到出口。这时有人碰了碰林七，猛回头，一张鬼脸就贴了过来，吓得林七头发都炸毛了。有鬼啊，快跑，一把将两人推进房间，吓死宝宝了，不过总算给他们弄到一起了。书中提到，两人可是被恶作剧关进了屋子，找不到出去的鬼。这期间两人居然聊了起来，谢云深也终于知道孟爵暗恋自己多年，他现在必须给两人制造机会，计划成功。虽然林七很是害怕，但他总算完成了任务。就在他得意的时候，大门被谢云深一脚踹开了，林七直接飞了出去。谢云深一脸不爽，很好玩是吗？真是一只呆兔子啊，根本不知道大学霸是喜欢他的，他居然还在暗搓搓地撮合他和孟爵在一起。正以为他的计划成功时，谢云深一脚丫子把门踹开，林七尴尬地说道，那个谢同学你怎么出来了？谢云深皱起眉，跟我过来。林七现在心中只有两个字，完了。林七被甩到墙上，然后就被谢学霸壁咚在了墙壁上。学霸眼神凶横，所以你约我出来只是为了撮合我和孟爵？小兔子觉得学霸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而且是你自己答应和我交易的。谢云深有意自嘲地说道，是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可谁让我存了一丝侥幸呢？小兔子不明白学霸这句话的意思，谢云深不再隐瞒，说出了让小兔子惊掉下巴的话，比起孟爵那个虚伪的家伙，我对你更感兴趣呢。林七立马捂住自己的屁钉，你最好别感兴趣，兔子耳朵和尾巴是道具，以后不会有了，不可能让你撸。大学霸阴恻恻地说道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就你这样还想撮合别人？就在这时孟爵的声音传来，林七，谢同学你们怎么了？林七刚要开口说话，便被大学霸一下给捂住了嘴巴，继续说道，你知道什么是喜欢一个人吗？我来教你，那就是会被他的气息所吸引，情不自禁，又因为他的邀约而不停准备，直到终于难以抑制情绪，羞得林七一把推开谢云深。呵，别装了，事到如今，难道你还不清楚我的想法吗？林七，我想要的人一直都是你。学霸居然跟小兔子表白了，这可把林七惊到了，他根本没想到他对自己居然有想法，我们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谢云深根本不管不顾，可是我不打算放过你了，毕竟是你先招惹我的嘛。林七继续为自己争取，如果你坚持认为我是只兔子，你就应该想到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而你和孟爵才是注定的一对。谢云深很是不屑，命，可是我从来不信命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三天考虑的时间，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，否则。这时砰的一声，房门被孟爵踹开，义愤填膺地说道，你为什么要逼迫林七？哼，你倒是光明正大的在偷听。孟爵一把拉过林七，我们走。谢云深一把拦住孟爵，你有什么资格带走他？他是我的人。一把将林七拉进怀里，而作为第三人林七只觉得他们都疯了，这把孟爵气坏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林七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气氛，停，都停下来，我自己走。这时两人全都看向了林七，糟了，童子你快出来，这该怎么办了？好不容易回到家，系统连忙跪地求饶，林七气得都想拆了系统，
现在知道错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每次一到关键时刻就消失，早知道就不该听你瞎忽悠来完成什么任务。原著主线是身为炮灰的我不断拙劣的离间他们，却反而成为他们相爱路上的垫脚石。零七简直不忍直视，现在好了，主线彻底崩坏了。真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系统，有事只会装死跑路。小兔子已经无语了，剧情崩的拉都拉不过来了。系统委屈巴巴的扒拉着零七说道，就算我在，我也什么都做不了，只会给你碍眼，所以我也是功德一桩啊。我就觉得主线崩坏并不影响我们完成任务，当初不是说好完成了五个发布的任务就算通过了，现在你都已经完成三个了。零七觉得系统的话也并不是全没道理，只是这个家伙向来不靠谱，能还能信他吗？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是孟爵给他发来的短信，两人约在一间咖啡屋，这家咖啡的味道还不错，你尝尝。零七没有任何怀疑的喝起了奶咖。孟爵义愤填膺地说道，真没想到谢云深居然会强迫你。零七有些猛地看着一脸不爽的孟爵，如果他欺负你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零七下意识地回了句谢谢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孟爵轻尝一口咖啡，零七你知道吗，在看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很合拍，很适合做朋友，一脸真诚地看着他，所以有些话我不会对任何人说，除了你。你说这个世界公平吗？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在阳光了，而有些人必须忍受黑暗？零七很是疑惑，为什么他会这么问，总觉得他的表情有些不对。他本想回答，却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话都没说完人便晕过去了。再次醒来时，他竟然被人绑架了。一个穿黑衣服戴帽子的人出现，欢迎你，我的小兔子，在这个小世界过得还好吗？零七睁眼便看到自己被人绑架了，你是谁？眼前的黑衣人，他竟然知道自己的身份。黑衣人让他先别顾着惊讶，只有送他离开这个小世界才能放了他，否则他只能用汽油淋湿小兔子的身体，然后让火焰在你身上跳舞。你想尝尝这么滋味吗？零七害怕极了，泪水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，却不知道我只有完成任务才能离开这里。黑衣人沉默一瞬，随即提起油桶刷的泼到了零七身上。做不到吗？那你就想想办法呀，这么好看的脸蛋，如果复制一句该是多么痛苦吗？是不是啊，零七同学？而此刻的谢云深不断地看着时间，一旁的同学说道，你是在找零七同学吗？我们最后一节体育课他跟老师请假提前走了。谢云深一怔，早就走了吗？可是接他的司机才刚到，找了他半天了，他能去哪里？零七低下头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就算你一把火把我烧了，我也做不到啊。要不这样吧，等我完成任务我再想想办法，你也不急这一时吧。黑衣人沉默了，零七继续说道，你先放了我，绑着我也没用呀，等任务完成了我肯定会尽力帮你，你打算怎么帮我？零七也懵了，系统也没说过怎么把人带到其他小世界，系统这次可能真是在线，他根本没有权限带其他人出去。零七也麻爪子了，那只能靠编了。这时黑衣人靠近他，零七，我比你想象中的更懂你，所以我要听真心话。小兔子被黑衣人绑架，刚要被红烧兔头，被及时赶来的谢云深救下，简直帅呆了。或许小脸蛋被火燎一遍就能讲真话了。我数三声，零七害怕极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一，话音一落，打火机便瞬间扔了出去。零七大声喊道，真话就是你不可能离开这个小世界啊。零七马上就要被点燃，谢云深及时赶到，他用衣服将打火机甩到了一边，但火焰还是沿着地上的汽油燃了起来。谢云深紧紧将人护在怀里，零七别怕，我马上救你出去。然而谢云深的后背的衣服已经燃了起来，他强忍着火灼烧的剧疼。零七哭喊着大叫，谢云深不要救我了，你快跑吧，不然连你也跑不了。谢云深让他少废话，他迅速地解开绳子，拉起零七就往外冲，你去前面等我。零七猛地回头，谢云深你要干什么？谢深狠狠地说道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跑那个家伙。说完他再次转身跑进火场。出来，你以为你能跑掉吗？这时柱子后探出头来，趁谢云深不注意直接将谢云深扑倒，啪啪啪一拳拳朝着谢云深脸上砸。呵，逞强势吗？让你逞英雄，觉得自己很帅吗？蠢货。谢云深一掌接住他打来的拳头，狠力地抓住他的衣领，就是一个过肩摔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害零七？黑衣人呵呵地笑了起来，很是癫狂地说道，你不懂，你根本不懂，像你们这种人根本不会理解我的感受的。谢云深震惊了，孟爵怎么是你？然后孟爵早已癫狂，没错，是我，我想离开这个地方，我知道只有灵气可以，可惜他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要和我作对？谢云深霸气救人，为了给小兔子报仇，刚把零七救出来便又返回火场，没想到绑架零七的人居然是孟爵。此时孟爵整个人已经疯癫的不行，这下连你也出不去了。谢云深和我一起葬在这里吧。说完孟爵的指甲狠狠地扣进谢云深的脖颈，用力一抓，趁机再次逃走。呵呵，再见了谢云深。等到谢云深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便看到零七，你终于醒了。谢云深刚要说什么，医生就插嘴说道，多亏了这位同学及时把你从火场救出来，不然再晚一些可就不好说了。
谢云深看到林七，所以你又跑回来找我了。林七很是开心地说道，是啊，你救了我，难道不许我救你吗？不过你可真沉，背起来太费力了。还不忘了调侃一下谢云深。谢云深很是不自然地说道，是吗？回想当时的画面，林七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。在听到是林七把他带到医院后，下次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，真是让人不省心。林七嘿嘿笑着说道，知道了。这时系统提醒新任务来了，跟踪孟爵，从孟爵家里偷沾有他捍卫的衣服。林七有些能，怎么最后两个任务是一起出来的？是不是我只要完成就可以从小世界离开了？系统开心地说道，是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林七心心念念的就是完成任务离开小世界，可当他就快要成功时，他却没有预料中的轻松，气氛顿时变得安静。谢云深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林七转头讪讪地笑了笑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。小兔子和谢云深在病房里深入交流，他只要完成最后两个任务就可以离开这个小世界了。可当小兔子就快要成功时，他却没有预料中的轻松，气氛顿时变得安静。谢云深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灵气转头讪讪地笑了笑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。谢云深连忙叫住他，这就走了吗？灵气一愣，什么？谢云深说道，抱一个。说完便伸出双臂，林七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，最后老脸一红，有点不好意思。谢云深说道，我救了你，你应该不会这样小气吧。林七垂下眼睑，然后猛地扑进谢云深的怀中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抱住他了呢。谢云深吻上林七的头顶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你说是吗？小兔子，如果我身边一直有一只小兔子该多好。谢云深低头深深落下一吻，他想要的更多，接下来的情况吧。林七干蒙圈了，有一天你会忘了我吗？把我烙印进你的身体里吧，记住我带给你的所有痛苦和快乐。为了不让林七发出声音，他用绷带把林七的嘴巴缠住了，这样就好多了，不用怕被人听见。拔完小兔子的萝卜后，林七想到可能最后两个任务完成，他们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吧。现在任务四已经完成了，只剩下去孟爵家里偷衣服了。两人终于互通心意，却又要面临着分离，可能最后的两个任务完成，他们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吧。现在任务四已经完成了，只剩下去孟爵家里偷衣服了。此刻的林七已经来到了孟爵的家的楼下，从孟爵绑架他以后他就报警了，也不知道警察有没有找到他。他实在搞不明白，孟爵不是主角吗？真善美怎么就黑化了呢？系统解释道，之前其他系统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可能是因为对书中主角家庭背景的描写太过粗糙了。要知道他们在小世界是活生生的人，一点小事就会引起蝴蝶效应。林七走到孟爵家门口，门并未上锁，也好像没有人在家，翻找着柜子里的衣服，想抓紧完成任务。一声林七让他猛地回头了，林七，你终于来了。林七看着孟爵椅子边上的衣服，看来自己必须先稳住他才行。孟爵，不管你对我做什么，我的回答还是一样的，我没办法带你离开的。孟爵脸上带着病态的笑，是啊，可你为什么要让我听到呢？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呢？林七这才知道，原来是上次和谢云深的对话他都听到了。我呀，真的很想离开这里，你知道十年如一日的活在两个寄生虫的阴影下，祈祷老天给自己一点垂怜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情吗？林七反驳道，但这不是你伤害我和谢云生的理由啊。孟爵盯着林七看，你知道吗，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。孟爵离开小世界的信念崩塌，准备击杀小兔子，导致小世界崩塌，两位主角居然全部不见了。小兔子与男主公深入交流过后，只要完成最后的任务就可以离开了。林七来到孟爵的家里各种翻找，身后居然传来了孟爵的声音，看着他身旁的衣服只好先稳住他。孟爵，不管你对我做什么，我的回答还是那句话，我没办法带你离开的。呵呵，我以为我终于等来了救赎，可原来你不是啊。林七沉默了，走到旁边捡起地上的衣服，林七，你拿了想要的东西就走吧，只是这一次对不起了，我只想在阳光下活得更久一些。林七虽然觉得孟爵的话很奇怪，但还是赶紧抱起衣服就走。系统，刚才他的话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给他感觉瘆得慌？见没动静，原来不靠谱的系统又不见了，这家伙真的是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。不过他感觉孟爵挺可怜的，但他不知道孟爵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背后，他本能的一回头，孟爵已经举着斧头朝他砍过来。林七吓得腿脚一软，捂住衣服蹲在地上。这时谢云深冲了过来，将他抱进怀里，而随着斧头的落下，谢云深不见了，连同孟爵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把斧头冰冷地掉在地上。滴滴滴，系统发出警告，该位面检测到未知病毒，小世界即将崩塌，位面主角谢云生神秘失踪，现全网通缉。小兔子刚穿越第二个世界就吐入虎口，系统无眼，嘻嘻，你的第一个任务刷新了，你基于太傅的身体验将其捆了回来，谁知太傅挣脱束缚逃离，已被狠狠记上一笔，反正已经下药了，你可以将计就计啊。小兔子总觉得这个剧情怎么那么眼熟，所以自己这时又拿了一个变态的剧本，既然如此那就将计就计。林七露出一抹邪笑，太傅，这下你想跑也跑不了，
太子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方法？他竟然无法挣开。灵七一切燎火做完，就等着强壮的太傅逃走了。结果他居然不动，怎么还不逃跑啊？谁知不但没逃，还让自己帮他。接着两人的情况立马反转，灵七压麦带了，你怎么不逃了？吓得灵七语无伦次。那个我可是太子，你竟敢对太子不敬！来人呐，有人谋害太子！堂堂太傅竟然做出这等不要脸之事！此刻灵七内心一万头是草动物跑过，自己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啊，还有没有天理啊？ 此刻被吃干抹净的灵七心里已经将主角在心里骂上千万遍，他是想不通，怎么又是这样？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上个世界也是主角挣脱了绳子，他毫无还手之力。童子，你确定你的信息是对的？剧情没有什么问题吗？系统点头，当然。嘻嘻，你绑得太死了。他在清醒的情况下挣不开，灵七立马炸毛了。你这怪我喽，太子太笨了，连个绳子都绑不好。 小兔子简直都要怀疑人生了。刚来第二个世界，居然又是一个病娇剧本不说，又被男主给潜规则了。系统叹了口气，当然不怪你，不过任务紧急，我们要打起精神来。按照剧情线，马奴也应该进入府中了。这不说，曹操就到。这边管家也来报告，探子回报，太傅已经将那个马奴带入府了。第二个任务也同时刷新，借故殴打马奴。马奴灵巧貌若潘安，又因高超的驯马术受到太傅赏识，因此遭到太子嫉妒。灵七站起身，心里那是一万个不愿意。 自己刚给他下过药，就要去太傅府上，这不是吐入虎口了吗？同时，太傅府内，男主君实在想不通，太子从前只是骄横一些，如今却实在不逊，若非要效很快下去，也不知道要荒唐到什么时候。自己身为太子太傅，陛下委以重任，自己必然不能让他失望。太子玩心重，一定是被楼内的人带坏了。既然太子歪了，那他就把他掰正。这边管家端点心过来，大人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身上还有伤，需要小心养着。男主君表示不碍事，他想出去走走。管家很是担心。 李大人，你可真是何人伤的你？今早你回来，不仅全身是伤，连嘴角都肿了。老夫从未见过此毒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太傅一瞬间无语了。此刻的马厩内，菱角抚摸着一匹骏马，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。管家立马拍起马屁：“大人，您的眼光真不错。这新来的马奴驯马术极强，若是将性子裂得踏雪交给他，想必也不错。可要把他叫到跟前。”太傅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：为什么他会想到太子？ 小兔子刚来到第二个世界，就被男主吃干抹净。事后太傅还觉得是自己没教好，堂堂太子居然歪了，那他就给他掰正了。当来到马厩，看到男主瘦的第一眼，居然下意识想到的居然是小兔子。现在的他和从前不太一样，勾得人心里痒痒的。太傅猛然回过神，不必把他叫到身边服侍了。此人衣冠不整，成何体统？让他穿好衣服。管家懵了，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 招着马奴进府时，可不是这态度啊！就在此时，灵七这个便宜太子款款走来。太傅挑眉，殿下怎么来了？灵七随便编了个借口，太傅今日休息，本不该打扰，但今日看书有看不懂的地方，想找太傅请教。太傅眼神冷意，殿下当真是来请教的？灵七心虚不已，嘴上还是硬的。当然，两人来到书房，太傅拿着戒尺，啪的一声，太子就没有其他话对我说。灵七吓得瑟瑟发抖，有的，看来今天他是逃不过了，不如实话实说。于是心下一横。 反正他也不能敢自己出去，很是干脆的匍匐跪下。太傅，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你宽宏大量就原谅我吧。太傅直接懵了，往前迈上一步。你当真知错？太傅嘴角微的扬起，抬起灵犀的下巴说道：“既然殿下脱下衣服吧。”小兔子懵了，脱衣服。殿下是储君，一言九鼎，我本该信的，可惜你欺瞒我太多次了。小兔子还想争取一下，那你打手心不就可以了吗？ 太傅居然动手打了小兔子，只因为小兔子不怀好意的勾搭他，就被他打了屁股，还亲自上药。最后受折磨的还是他自己。太傅视线往下，手心早就皮糙肉厚的不怕疼了。若是想让殿下长记性，只能打别处了。灵七赶紧捂住自己的小屁屁，不行，不可以，本太子不允许。太傅很是欣慰，果然太子还是知道廉耻的。他此前只是被人带坏了，太傅不再逗弄，转身说道：“太子，坐吧。殿下是哪本书不懂？”小兔子终于知道自己刚才是被耍了，但是不带这么 吓唬人的，但是听太傅讲课真的太太太无聊了，特别是圣人言克己、傅里为人，一大串知乎者也巴拉巴拉的，灵七就觉得头好痛。他什么时候才能去做任务？对了，他想到了终止太傅念经的方法，就是可能要牺牲一下美貌了。于是他打断太傅说道：“这些我在太学听过，你讲的这么仔细，是故意的吗？”说完故意靠近，还是太傅想和我共度二人世界？太傅眉头一皱，太子这是死不悔改吗？灵七靠在太傅胸膛，太傅你在说什么？
我就是累了，想贴贴。太傅的眼神冰冷下来，太子以为长宁是心软之人，说得到做不到。就在林七懵逼之时，就被太傅按住了手腕。林七那是一个捉急啊，太傅，你想干什么？高冷太傅是要将小兔子带回正途，结果自己反而更难受了。只见太傅手抓戒尺，狠狠朝他屁屁就打了下来。林七整个人是又疼又羞，别打了，痛死了，不断的求饶。太傅哼了声，快起来，太子身为储君，这点痛都承受不住。林七愤愤不平地说道，又不是你挨打，你当然不痛，我打你试试。太傅沉默了，难道真的打痛了？看着林七摸着自己的小屁屁，太子四肢不勤，身娇体弱的，怕是真的。于是在林七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太傅又按住了他，还直接扯开了他的裤子。小兔子疑惑，你怎么？太傅那是一个坦荡，我要确保太子殿下没有受伤。小兔子又不干了，自己只是比寻常人怕痛，过一会就好了。太傅的眼神微沉，屁屁果然是受伤了，我给你上药。林七直接拒绝，我不要上药。太傅低下身说道，长宁从未有龌龊之心，倒是殿下把我藏起来的时候怎么不见半分矜持。这上药是真的疼，林七都疼得直打哆嗦，太傅更是眼神都变了，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。太傅匆匆转身说道，要上好了。林七都觉得他是人格分裂了，这么快就上好药了，但是太傅简直太过分了，屁屁疼的只能趴着看书。太傅是魔鬼吗？眼神往窗外一瞥，看到了书中另外一个男主马奴，既然任务二是找他查，他正好送上门来了。小兔子蛮不讲理的欺负男主兽，这还了得，当场被男主公抓包。小兔子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找男主马奴的茬，这不正好送上门来了。小兔子将玉佩从窗户扔到马奴眼前，刚要弯腰将玉佩拾起，小兔子就立马探出头来倒打一耙，好你个小贼，竟敢盗本宫的玉佩，太傅府中岂容你这种小贼，今日本宫就替太傅清理门户。扯开嗓子就一声大喊，来人呐，给我拿鞭子。吓得马奴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，太子殿下，小的没有偷您的玉佩，是这玉佩掉到小的脚边，小的正要寻找失主，小兔子怎么可能让到嘴的男主飞了，哼，莫要狡辩，看我一鞭。这时听到动静的太傅也赶了过来，给我住手。马奴眼神一瞄，是太傅来了，立马吸睛上身，一秒落泪，楚楚可怜的继续道歉，殿下身份尊贵，要打要剐小的不敢违抗，但自幼家父就教导过小的，做事光明磊落，小的真的没有做过这等龌龊之事。太傅浓眉蹙起，殿下，你的玉佩是何时何地不见的，又是何时何地出现在他的手中？小兔子也有点心虚，想来他会些三教九流的功夫，就刚刚玉佩一眨眼就没了。太傅直接欺身过来，殿下，他断不敢近你的身，我却不知我这府中一个小小的马奴竟然有隔空取物的本事呢。随即对马奴说道，起来吧，想来此事只是太子误会了，多谢太傅。小兔子蛮不讲理的欺负男主马奴，太傅劝阻都不行，谁知反而是自己出了洋相。小兔子，你这鞭子是认真的吗？然而让小兔子想不到是，马奴居然是重生的，现在发生的事情居然和自己上辈子一模一样。这一世他一定要晚一点借助太傅的势力恢复身份，太子越是嚣张，自己越弱小可怜，太傅就会越怜惜自己。小兔子见太傅居然帮着马奴说话，瞬间不淡定了，太傅是不是太随意了，三言两语就洗清他的罪责。哼，就算本宫误会他了，太傅也不应该对底下仆人如此宽容，这一鞭子他必须要受着。内心不断道歉，对不住了哥们，我要完成任务，原谅我。大手一挥，啪的一下，鞭子直接从手中脱出，呼到了马奴的脸上。此时的三人顿时尴尬无比，小兔子犹如石化般还在硬撑着，哼，本宫这一记强有力的鞭法可瞧见了。马奴不敢违背，殿下既然要打我，小的悉听尊便。泪眼婆娑的抬起头对着太傅说道，太傅不必为小的求情，殿下的身份尊贵，小的受点委屈算不得什么。太傅眼神不善地看着马奴，毫不留情地说道，你能驾驭烈性的踏雪，现在却如此鼻涕横流，他这飞天遁地的一鞭子。马奴丝毫不慌，小的见识短浅，平时见不到太子这样的大人物，心里难免发怵。太傅心腹诽，太子虽然嚣张跋扈，但这马奴也忒胆小了，动不动就哭哭啼啼，娘们唧唧的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小兔子想方设法成功留宿太傅府，他本想趁夜完成第二个任务，没想到透过门缝看到太傅洗澡的场面，终于等到太傅睡下，悄悄地进屋太傅的房间，刚要爬到床上，太傅冰冷的眼神便射了过来。小兔子吓得花容失色，随即便楚楚可怜地表示，这大下雨天的心里不舒服，自己便想找他来聊聊天。太傅一脸玩味地看着他，太子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发见长了。小兔子打着哈哈说道，那个太傅说笑了，本宫今晚就在这里歇下吧。太傅直接拒绝，君臣有别，还请太子与长宁一步书房可好。
然后小兔子就跟没听懂太傅言语下的拒绝，直接钻进被窝躺在了他身边。太傅，你这个床还挺舒服，我先睡了。太傅突然暴怒，翻身压在了他身上。太子，你如此离经叛道，可别怪本太傅不客气。小兔子见状，顺势抱住了他的脖子耍起来。你使出啥法子也没用，我不走，我就是不走。看着小兔子赖着不走的样子，太傅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太子身为一国储君，岂能一副孩童做派？小兔子开始撒娇，太傅，本宫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在这睡罢了。太傅见状便陷入了沉思，自从那次把我灌醉，对我行不轨之事后，太子的行为便愈发荒唐，难不成那些小官对他荼毒之甚？他已有龙阳癖好，身为他的太傅老师，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他掰正。那太子想睡便睡，我去去就回。小兔子想不明白，大半夜不睡他又要干啥。小兔子无理取闹，打袁书男主马奴，最后太傅居然没有帮他的官配，却觉得马奴只会哭哭啼啼，没有男子气概。太子屁屁被我打成那样，也就嚎了两嗓子。太子性子难驯，但今日到底是在我的要求下温完书，想来太子也是有进步的。若是他不喜欢你这个马奴，还是少在太子面前走动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马奴简直想不通，上一世自己也是跪地求饶，太傅不仅狠狠训斥了太子，还亲自送我回去给我要，怎么这一世太傅对自己这么冷漠？小兔子与童子说着悄悄话，我刚才也算打了他吧，任务是不是完成了？完成了，但是建议你下次可以更凶一点，会更加符合你的变态人设。嘤嘤嘤，小兔子泪流满面，自己做过的变态事还少吗？瞬间天色乌云密布，大雨滂沱。太傅看时间也不早了，准备将小兔子送回去。小兔子刚应声，童子的声音便传了出来，西西不可以回去哦，新任务来临。教训完马奴，大雨袭来，借此机会留宿太傅家里。小兔子好说歹说总算成功的留在了太傅府，想着趁夜深雨大之际完成与太傅共宿一床的任务，没想到透过门缝看到他洗澡的香艳场面。谁能想到这都大半夜三点了，太傅居然还在洗澡。小兔子忍住想要喷血的鼻子，小场面必须要淡定，静静等到待太傅安然入睡。然后小兔子便蹑手蹑脚地潜入他的房间，悄悄地的撩开窗幔，刚要爬到床上，太傅冷冷的眼神就看了过来。太子深夜造访，是觉得长宁打得不够狠吗？小兔子只想要完成任务，和他共宿一夜，而太傅想的却是把歪了的太子搬回正途。片刻后，太傅抱着一堆画卷过来，小兔子好奇打开一看，简直都要斯巴达了，居然是一堆宫春图。太傅有些不自然地咳了一下，太子莫要误入歧途，正负相融，方能生万物，希望殿下能够重回正途。小兔子故作惊讶地说道，太傅，您这是何意？随即继而翻身而上，太傅，本宫就是喜欢男人，尤其是你。太傅这算是要把我掰直吗？算了吧，原主可是百分百喜欢男人的。太傅咬牙切齿看着小兔子，却被一口咬住了喉结。春宵苦短，太傅莫要浪费了。理智和道德让太傅还在出声劝着，太子莫要模糊。正当太傅要失去理智时，一声声大喊传来，不好了啦，马厩失火，那马奴为了救马而受伤了。众人来到马厩，刚下过雨的凌晨还是很冷的，马奴跪在地上不停地道歉，都怪自己没有及时转移踏雪，导致雷劈马厩，殃及了踏雪，泪水止不住的流，此事是天意，怪不到你身上。太傅很是温柔地递上手帕，起来吧，若是你真要领罚，日后就好好照顾踏雪，多谢大人。而低着头的马奴嘴巴却是微微勾起，果然太傅还是被自己的苦肉计迷惑，上一世自己火烧马厩，烧伤了踏雪，太傅不仅没有责怪自己，还越发的器重。不过这一次踏雪这小畜生比上次更严重，这原书男主兽还真是一朵独莲花，居然把男主公最喜欢的马儿烧伤了，还哭哭啼啼的，他最可怜，只为了能得到男主公的疼惜。管家很是担心的看着烧伤的踏雪，腿上的伤倒是还好，就是身上的伤。马奴这时一把扑到踏雪的跟前，踏雪，都怪我把你害成这样，日后我定会好好照料你的。那演技是声泪俱下，踏雪整个马儿都不好了，眼睛猩红，一马蹄子就把身旁的马奴踹飞。众人顿时一阵无语，躺在地上的马奴没想到踏雪会踢他。太傅出声道，他现在需要休息，带他下去吧。小兔子摸了摸踏雪，他很乖的蹭了蹭他的手心，回头看了眼一旁的马奴，有点无语，这个主角兽是不是傻的，他跟一匹马演什么琼瑶剧，马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马奴脸色有些不自然，还是太子的身份尊贵能够真威踏雪，内心简直抓狂，该死的太子怎么会留宿太傅府，上一世根本没有这个剧情。太傅看着眼前的场景陷入沉思，踏雪虽然性子烈，但那也是在赛马场上，平日里根本不会主动伤人，而且还是在这么重伤的情况下，但他方才为何如此凶猛地踹向这马奴。小兔子出门忘记穿鞋，光脚就出来了，冻得小兔子不住地打喷嚏。太傅也发现了，有些不悦地说道，太子怎么没穿衣服就出来了。小兔子有些尴尬，那个出来太急没注意，太傅是在关心我吗？小兔子这次的任务可是留宿太傅府，爬他的床。哎呀呀，我的头好晕啊，快要晕倒了，身体顺势开始打晃。
太傅眼疾手快，一把扶住小兔子。太傅，我好困啊，能不能带我回去休息？太傅直接拆穿，殿下还没有到走不动的地方。哼，不行，不能被他丢下，否则以他的警惕程度，再去他房间就难了。直接搂住太傅的脖子，开始撒娇卖萌。太傅，你这么不体恤本殿下吗？看着这样的小兔子，太傅脸色不自然的微红。殿下的命令，岂敢不从？直接将小兔子打横抱起往回走。马奴见状，赶紧出声挽留，但太傅一个眼神都没留给他。回到房内的小兔子，怎么可能放过此次机会？太傅，这夜晚还长着呢，我们慢慢来。第二天，太傅简直要怀疑人生了，昨天怎么就没控制住自己？太子三言两语就与他同榻而眠了，而且太子的睡相实在难看，就跟一个小孩子似的，睡觉不老实，还总是说梦话。这一宿自己根本没睡好。这时管家来报，大人，齐王府的拜帖，过几日府内要举办一场春茶宴，还有那马奴想见您，有话对您说，让他进来吧。太傅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的人，马奴说道，大人，踏雪如今的伤势已经稳住，能够自如进食，大人不必担心。知道了，你做得很好。马奴很是有眼力见的告退。太傅出声说道，等等，大人可有吩咐，你的手给我看看。马奴想都没想便伸出手来。太傅脸色大变，你这扳指从何而来？马奴为了能够早点恢复身份，无意中让太傅看到他手上的扳指。果然太傅脸色大变，你的扳指从何而来？马奴脸色很是紧张。归祭司的纪明道长说道，这是生母留给我的信物，五岁那年纪明道长在人牙子手中救下我，就发现这扳指藏在身上。太傅的眉头紧锁，这枚玉扳指竟然和太子的一模一样。当年太子和端妃之子相隔几日出生，陛下便赐下这两枚一模一样的玉扳指，如今一枚在太子身上，另一枚却随着七皇子的失踪而消失多年。难道这马奴就是当年失踪的七皇子？端妃与七王妃素来交好，此次春茶宴若是让端妃仔细辨认，不过这么重要的事急不得，还要自己调查这马奴的真伪。马奴见太傅久久不出声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，可是小的做错了什么？没事，你先退下吧。踏出门的马奴却是一切尽在意料之中，以太傅的周全程度，定会调查自己的话中真伪，可自己所言非虚，他查不出假的。这次的春茶宴自己去定了。至于太子，这一世这个草包可比上一世聪明多了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无论如何，自己必须加快计划。看着手中的蛊虫，自己已经将听话虫放进太傅书房，届时自己引动母虫，这听话虫会对第一眼看到的人言听计从。春茶宴当日，只要太傅第一眼看到的人是我，定会为我所用。小兔子一身舞姬装扮，只为了试探太傅是不是弯的。很快春茶宴便到来，齐王府的后院，一个奇葩被从外面扔了进来，小兔子随后也跳了进来。系统，书里说我母妃是当今皇后，和端妃以及齐王妃一派向来不和，于是自己乔装成歌姬潜入春茶宴，话语一顿，那个我是为的是什么来着？系统欠刺刺地说道，上次虽然爬床成功，但是太傅对太子蓄意勾搭有所心动，太子怀疑太傅喜欢的是女人，于是你决定男扮女装试探太傅的取向，这是任务四哦。小兔很是羞愤，你应该改名叫 S 文系统，怎么什么花样都有。突然一道醉醺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啊，小美人。只见一名醉汉不怀好意地看着小兔子，这府中的歌姬，本大爷瞧着你是其中一个最美的，这样你陪本大爷喝几杯，你想要什么本大爷都赏你。小兔子怒了，呵斥道，我虽是齐王府聘请的歌姬，但也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岂容你胡闹。这醉汉一听是正经人家，更是来了兴致，本大爷最喜欢良家妇女了，直接便朝着小兔子扑了过去。小兔子连忙躲开，真是造孽，哪里来的酒鬼，算了，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太傅要紧。咣当一下推开房门，可算是避开了这恶心的酒鬼了。这齐王府也太绕了，这是哪里都不知道。看着帐内的身影很是眼熟，居然是太傅。小兔子出声说道，这位公子，小女本是齐王府的一名歌姬，被歹人追逐至此，不小心迷路了，公子可否让我停留片刻？太傅的眼神空洞，看向小兔子，奴都听你的，主人。小兔子整个人都懵了，太傅你在说什么呀？高冷太傅居然下跪给小兔子捏脚，还给小兔子学喵叫，一人一捅，下巴都要惊掉了。上集说到，小兔子身着女装扮成歌姬，只为了试探太傅是直是弯的，还被醉酒大汉给调戏了，慌不择路的甩开大汉，随便进入一间厢房，便见到太傅正在此房中，而且居然还叫他主人。小兔子懵了，太傅这是认出自己，故意戏弄我吗？但是也不对啊，这也不像他那高冷的性格呀，先试探一下看看。小兔子在床榻旁摆出一个 S 身形，娇娇的说道，公子，奴家走路走的腿好酸啊，借你的床榻一用。太傅还是那副呆板的模样，主人您请便。小兔子见状嘴角一挑，玉足一抬，如果公子能帮我揉揉脚就好了。太傅想都没想，直接单膝跪地，捧起小兔子的兔脚捏起来，脚趾头这一捏，小兔子舒服的天灵盖都要飞起了，
根本没有想到太傅居然真的这么做，难道他中邪了？童子跳出来说道，有一说一，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假扮歌姬试探太傅的去向，这样不正合你？小兔子嘿嘿一笑，光试探多没有意思，这人平日里一副正经的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不正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屈身靠近太傅说道，公子，我现在不累了，就是缺个助兴的，你学个喵叫吧。太傅脑子一懵，是什么猫？狸猫叫吗？正当小兔子疑惑太傅怎么不动了，太傅便手握成拳，开始喵喵的叫了起来。这一举动可把一人一桶下巴都要惊掉了。小兔子刚要和太傅降降降，受控制的太傅居然在此时恢复了明智。太子你怎么在这里？上级说道。刚冷太傅居然叫小兔子为主人，给小兔子捏脚不说，还学起了猫叫，一人一桶，简直惊讶掉下巴。这好好的太傅怎么就中邪了呢？这可真是太，还以为小兔子心痛呢，谁知道他居然兴奋的大叫，太有趣了。太傅还在地上打起了滚，小兔子摸了摸太傅的脑袋，哈哈，太傅你太可爱了，到底哪个人才让你中邪了？谁知道这时那醉酒大汉也找了过来，小美人，你躲到哪去了？大门打开便发现了小兔子，原来你在这里，可让我好找啊。小兔子立马躲到太傅身后，一声令下，太傅你给我挠他。醉汉都懵了，只见太傅就朝着他挠了过去，把醉汉给赶跑了。小兔子捏起太傅的下巴说道，好了，闹归闹，太傅我们该做正事了。凑到太傅耳边说道，太傅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喜欢男人还是女人了？主人说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。小兔子顺势将太傅推倒，我让你喜欢男人你敢吗？太傅没有犹豫，直接回答，吾当然敢，一把拉过小兔子手臂，顺势便亲了上去了。小兔子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奴这算是喜欢男人吗？正当小兔子要缴械投降的时候，太傅的眼神瞬间一变，太子你怎么在这里？完了，太傅真的生气了，恢复清明发现小兔子居然玩弄自己，竟然让堂堂的太傅学猫叫。上级说道，小兔子趁着太傅被控制的时候问他喜欢的是直的还是弯的，小兔子直接被一把拉过，差点就要缴械投降的时候，太傅突然眼神一变，瞬间恢复了清明。太子你怎么在这里？小兔子有点尴尬，他不是中邪了吗？难道恢复正常了？太傅扶了扶胀痛的脑袋，瞬间回忆起小兔子戏弄他的画面，简直让太傅怒不可遏，你竟然让我学猫叫还让我，吓得兔哥赶忙解释，我可没有强迫你啊。一把甩开小兔子，殿下你属实是胡闹了，你身为储君，平日里不思进取就算了，还学会了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此症状摆明了是蛊毒损害，除了你还有谁会对我下蛊？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，长宁自当向陛下请罪。眼神瞬间变得冰冷无比，不敢再为殿下之师。小兔子这下慌了，不是太傅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没有对你下蛊。不管小兔子怎么解释，太傅都无动于衷地走出了房间。哎，这都是什么事啊？而躲在树后的马奴看向房内发生的一切，又是太子破坏我得计划，嘴角微勾，不怀好意地说道，既然如此，哥哥那就别怪我提前送你上路了。太傅居然让小兔子选妃，他难道不怕到时候追妻火葬场吗？这边太傅回到府内，管家便为太傅施针查看，大人，这蛊毒烈性很强，效果绵长，应该是来自东域，但是从东域抵达京城要经过一段危险之地，除了御马术极好的商队才能快速通过，其他的商队不可能有胆量以身涉险的。太傅也是若有所思地说道，御马术极好吗？这是下人通报太子殿下来了。太傅想也没用地说道，不见。管家说道，大人，太子平日里虽然顽固不灵，但对你下蛊这种事不像是他能做得出来的，且这下蛊之人若是没有五年以上的功力，是没有办法掌控这蛊虫的。小兔子怯懦地站在门口说道，太傅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没有给你下蛊。太傅深明大义，想来也不会错怪我吧，再说了我身为太子岂会做这种不义之事。太傅偏过头根本不看他，是我逾越了。殿下是什么身份，自是想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小兔子简直羞愤的都要冒烟了，内心腹诽，太傅这阴阳怪气的功夫真是一流啊。太傅随手拿起桌案的书说道，今日长宁注目，殿下要是无事就请回吧。哼，小兔子脾气也上来了，想赶我走我偏不，直接扑倒在地耍起了无赖，大人不相信我，我就不走。太傅顿时一噎，殿下当真想让我相信？小兔子听到太傅出声，立马泪汪汪抬起头的看向太傅说道，当然了，我很真诚的。太傅也正色地说道，长宁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，只需要殿下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选太子妃。太傅为了不让太子惦记他的屁屁，直接让太子选太子妃。小兔子猛地回头就看到如花般的女人们，吓得小兔子差点汗毛直竖，简直辣眼睛啊。太傅一把拍上小兔子的肩膀说道，皇后娘娘一直希望你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好为大辽延绵子嗣，众佳丽皆是出身名门，总有合殿下心意的。随后冷冷地说道，再说了，殿下想让我相信你，不会连这点小小的情书都不答应吧？太子萧想我定是被那小官带坏了，这般逼迫也是为了让他迷途知返。小兔子看着这样的太傅就知道他是挖坑让他跳呢，难道是之前太过火了惹毛他了？很是担心这样下去不仅会影响后续的剧情，还会祸害无辜的妹子，毕竟
竟我只是一个早早下线的炮灰。这时突然有人来报，卑职刚从北域归来，北域战况有变，卑职有要事与你相商。小兔子一看，他是原主的狐朋狗友之一，镇北大将军之子温一桥，一个整日游手好闲的草包，恐怕在北域也是浑水摸鱼，有什么重要的事跟我商量。不过这样也正好有借口离开了，转身对太傅说道，既然是军机要事，便是耽误不得，本宫去去就回。太傅也不恼，那殿下去吧，只是殿下务必记住你答应我的请求。两人来到院外，说吧，你有什么事？温一桥一把扑到小兔子身上，殿下，我一回来便听说你被太傅抓去选妃，我就急匆匆过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。你从前就说过不愿意选，不愿伤了南风那些小官的心。吓得小兔子直接翘起兰花指，这家伙果然不正经。可是太傅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多的进一时，多不了一世。老婆居然背着老公去找小官，这还了得？太傅直接杀到风月场，一脸怒容地看着小兔子。太子屡教不改，真是顽固不化。上级说道，太傅为了将小兔子掰直，直接让他选妃。正当小兔子骑虎难下的时候，他的好基友出现，将他救于水火。殿下，我有一计，接下来几日，殿下就拿走当借口吧，我会让太傅知难而退的。几日后，小兔子一直都没去太傅府，太傅正在练着书法，听着管家的汇报，太子和温公子一大早就出了温府，怕是和前几日那样。太傅听着管家如此吞吞吐吐，就觉得不对劲，管家满头的冷汗。太子去了南风馆，找那些小基友去了。太傅手中毛笔咔嚓一声被捏断。管家也觉得太子竟然为了躲避选妃想出这种想法，很是不妥。太傅转身大步往外走，管家连连问道，大人要去哪里？南风馆这边，小兔子和基友们喝酒吃菜，温一桥很是得意，他的计策对付太傅这种老古板非常有用，等时间久了让他再去求求皇后娘娘，心一软就会放弃让他选妃了。小兔子很是忧心忡忡，万一他来南风馆抓他回去怎么办？温一桥还让小兔子放心，认为太傅这种老古板那么洁身自好的人，绝对不会他去这种风雪场所的。话声刚落，外面一阵嘈杂，大人，这里有贵客，您不能擅闯。吓得小兔子与温一桥猛地回头，就连太傅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太子屡教不改，真是顽固不化。小兔子居然背着太傅老公找基友，太傅怒气冲冲的就过来抓人了，吓得小兔子都结巴了。我身为太子，我做什么岂容你一个臣子放肆？太傅直接一把拉过小兔子的手腕，一旁的温一桥横眉竖眼说道，喂，谢长宁，你这是怎么这样？太傅鸟都没鸟他，一脚丫子就将小兔子身旁的男人给踹开了。太傅根本就不惯着他们，温公子可是有话要说。温一桥哪敢反驳，被这么暴力的太傅震撼到了。太傅将人都收拾完就带小兔子离开，小兔子哪能顺着他的意，直接将太傅推开。你等一下。太傅阴沉沉地看着小兔子，太子身份尊贵，身为大辽储君，竟踏足这种地方，可以服众。小兔子结巴地反驳，自己只是无意选妃，实在是太傅太强人所难了。太傅直接欺身凑上前，哦，只是这个原因吗？难道不是你和你的小基友情投意合？小兔子想都不想地否定，当然不是，殿下当真不是？小兔子笑得比哭还难看，当真？比珍珠还真，我就算喜欢太傅，也不可能喜欢那基友的。既然如此，选妃一事便暂时放下吧。殿下可知今日是什么日子？小兔子有点懵，今日是秋闱首日，殿下可不能再耽搁了。小兔子这才想起来，这几天为了躲开太傅，自己在南风馆醉生梦死，竟然把这事忘了。幸亏太傅提醒，如果错过了，皇帝必定会震怒，会有不堪设想。因为小兔子屡次坏了马奴的好事，马奴准备动手了。小兔子与太傅双双跌进悬崖，两人来到秋闱的岭梦山，原来太傅居然还是文武双全的男人。温一桥却很是不屑，看到远处有只鹿在林中穿梭，便提议和小兔子去猎这头鹿。小兔子想都没想就驾马去追，太傅很是恼怒，温一桥就不是个靠谱的，他肯定保护不了小兔子，很是担心会出事。小兔子这一箭就射中了，很是开心的回头对温一桥炫耀，然而身后却是空无一人。这时身下的马儿却突然发狂了，小兔子大惊，怎么回事？带着小兔子就是一顿狂奔，追来的太傅更是心惊不已，眼前就是悬崖，小兔子不得不选择跳马。太傅担心的连忙赶了过来，殿下你没事吧？小兔子摔得很是凄惨，没事，刚才那马怎么失控了，幸亏自己直接从马背上跳了下来，否则就和那匹马一样跌下悬崖，尸骨无存。殿下在马失控之前可有什么异常吗？还没等小兔子回答，这时悬崖却断裂了，太傅大叫不好，殿下快走，然而说什么也晚了，两人双双跌入悬崖。第二天，小兔子醒来揉了揉眼睛，他记得是和太傅坠崖了，这是哪里？一回头就发现一旁昏迷的太傅，太傅你快醒醒啊！一顿摇晃，太傅缓缓睁开眼，他要喝水，你等等，慌忙的就去找水，只得用叶子碰着露水过来，将就一下吧，这附近没有水源，走吧，这林中并不安全，先找找出路。
小兔子与太傅双双跌入崖底，幸好两人都没什么大问题。小兔子回想之前太傅问他可有什么异常，我听到了一阵呼哨声，马就失控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勒紧缰绳，他就朝着悬崖狂奔，也不知怎么的他就突然跳崖了。太傅心中一惊，呼哨声突然失控，难道？突然太傅猛地咳嗽了起来，太傅你怎么了？我的腿被蛇咬了。看着太傅腿上的血迹，好端端的怎么会被蛇咬？太傅脸色非常的不好，大概是昏迷时被咬的。小兔子指着前面的山洞，我们先去山洞歇一歇吧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不闹，你怎么能脱短太傅的裤子？山洞里传来太傅的震怒声，殿下快住手。小兔子很是无辜，太傅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忌这些？蛇毒的毒性蔓延极快，等我找到草药恐怕你已是毒入肺腑。太傅的脸羞红羞红的，使劲拽着衣服的下摆遮挡，殿下君臣有别。小兔子也只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掰开了太傅的腿，毫不犹豫地为他把蛇毒吸了出来。太傅还想挣扎，殿下快停下来。小兔子擦了擦嘴角的毒血，太傅你好点了吗？显然太傅根本不想说话的样子。小兔子挠了挠头，可还有不是？太傅头一天无事。好吧，那你先休息，我去弄点吃的，顺便看看搜救的人来了没。小兔无语，太傅并非喜怒无常之人，难不成是害羞了？他一向守旧，我还是出去让他冷静冷静吧。太傅的腿居然被蛇咬了，小兔子不顾太傅的意愿，便直接上嘴就开始吸出毒血，这一下就把太傅弄得脸色绯红，老脸都要丢光了。小兔子看出他的不自在，便一路连跑带颠的出了山洞。太傅见人远去，视线下一看向自己的腿，简直是荒唐，他堂堂太傅居然落到这种境地。过了半晌，小兔子满头鸡毛，手里抓个山鸡就进来了。太傅很是感叹，殿下真的与从前大不相同了，从前那个不学无术的太子岂会做这种事？小兔子做的那叫一个顺手，小野鸡就给烤上了，不过一只鸡咋就变成俩了？小兔子正聚精会神地烤着鸡，太傅出声说道，殿下的野外生存技能倒是熟练。小兔子一个机灵，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出，那是自然，我从小就跟我爸去山上，随即发觉不对，自己怎么把现实世界的事说出了，赶紧将话圆了回来。这是有意回去山上瘟疫乔教我的，他此前随军队出征，倒也学了不少野外技能，我觉得好奇便让他教我了。然而精明的太傅怎么可能信他说的话，从小我爸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子方才到底想隐瞒什么？两人安静地吃着烤鸡，夜晚来临，一阵狼叫让太傅顿时警戒了起来。小兔子说道，今天他抓山鸡的路上特意观察了一下，这里地形极为复杂，路上有不少巨型野兽的骸骨，夜里恐怕不安生，我去找一些遮挡物把洞口的位置遮一遮。小兔子走出洞口，瞳孔瞬间收缩，面前一群野狼朝着他走了过来，小兔子吓得瞬间压麦带了。小兔子与太傅难得二人世界，被一声声狼嚎给打断了。小兔子不放心，准备将洞口遮挡起来，谁知刚出洞口就见到洞口早已经被狼群围堵了，吓得连连往后退。这时一双手扶住了他的肩膀，原来是太傅出来了，殿下你先回去。小兔子瞬间担忧不已，你身上还有伤，我怎么能让你以身犯险？小兔子朝着野狼一挥手中的火把，滚开，越是危机时刻越是要冷静。野狼后退了几步，小兔子见状很是开心，太傅他们畏惧火焰，我们可以在洞口。还没等小兔子的话说完，狼群便朝着他们扑了过来，小兔子的背部被狼王狠狠一抓，扑倒在太傅的身上，受了重伤还在强颜欢笑的安慰太傅自己没事。身后的狼群虎视眈眈的不断靠近，太傅见状让小兔子快走，他去对付狼群。小兔子想要证明自己已经改变了，太傅说过本宫身为太子要起到表率的作用。回头看了看狼群，咬牙说道，若不战而逃，那本宫以后如何服众？太傅连忙劝阻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你地位尊贵，将来要继承大统的。小兔子捡起地上的火把，很是坚毅地说道，若是我逃了，今夜你独自面对狼群定是必死无疑。比起虚无缥缈的权力和皇位，我更不想看到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在我面前消失，他已经失去过一次，这次自己再也不会躲开了。眼神中的坚毅不言而喻，你们这群畜生给我滚开。小兔子终于从铃铛了一回一，只身一人单挑群狼，兔兔舍身相救，太傅难道还不动心吗？就在这时，狼王朝着小兔子就是猛扑，擒贼先擒王，就是现在，手中的火把毫不留情地朝着狼王的头打过去，疯魔了一般对着狼王猛戳。群狼见到狼王被杀，也被吓得呜咽着后腿。太傅担忧不已，殿下，狼群已经撤退了，那狼可有咬你？你可有事？小兔子手中的动作顿住，缓缓地站起身来，一转头便看到小兔子满脸泪水，抽噎着说他那么厉害，没有事。太傅有点方，没事就好。小兔子还在为自己找借口，不过是第一次胖揍野狼，有些排异反应罢了，实际他自己的腿肚子都要抖抽筋了。太傅见状有些好笑，真的没事吗？那你的双腿怎么在发抖？小兔子惊吓过度，话都没说出来便两眼一翻晕过去了。太傅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，叹了口气，殿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与从前不同啊？从前的你断然不会以
身涉险，冒死相救。有时候臣甚至觉得不认识你了，你到底是谁？还是太子吗？若你不是太子，臣竟是觉得这样也不错。昏迷的小兔子刚睁开来就猛地坐了起来。太傅，我去杀狼。一脑袋与太傅撞得脑瓜崩，双手捂头，痛死了。太傅，你怎么凑得那么近？刚才我以为是一头野狼呢。太傅很是不自然地移开视线，那个臣正在为你擦拭血迹，还有你后背的抓痕，我刚才采了一些草药，我帮你涂上吧。小兔子理了一下衣服说道，你等等。小兔子舍身相救战群狼，太傅可怜巴巴的要为受伤的兔兔上药，这样的太傅让小兔子如何招架得住？上级说道，太傅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太子，你到底是谁？从前的你不会舍身救任何人，如果你不是太子，这样又何尝不可？正准备为小兔子治疗伤口，却被小兔子拒绝。小兔子有点尴尬，想到刚才屁屁好像也被抓伤了，那自己岂不是要脱了衣服让太傅帮他上药？虽然有过坦诚相见，但那是为了完成任务迫不得已，现在的情况好像没必要这么做。拢了拢衣服说道，不麻烦太傅了，山洞深处好像有个小水潭，我自己过去处理吧。说完连忙走开。太傅想不明白他这是怎么了，不麻烦，殿下为了长宁受伤的，我为你上药是应该的。你等等，里面黑。话音刚落，就听扑通一声，小兔子掉进水潭溺水了。太傅连忙将人拉了出去，一顿心肺复苏将人救醒，小兔子简直生无可恋了。太傅看着这样的太子有些好笑，殿下怎么毛手毛脚的？这时不靠谱的童子蹦了出来，嘻嘻，真不至于，你身体都被他看过多少遍了，你给我闭嘴。正当小兔子走神，太傅的手伸了过来，殿下的衣服湿了，脱下来烤干吧。小兔子身子一躲，别，不用了，我就蹲在火边烤吧。太傅的神色有些黯然，殿下为何现在避我如蛇蝎？小兔子有点尴尬，太傅说笑了，我只是不太习惯。太傅欺身上前，若是别人说这种话我就信了，但是殿下，你如果让长宁相信呢？小兔子有点方了，这就是耍盲流子搞多了，我说自己纯洁都没有人相信，都怪舒林。太傅想要帮小兔子上药被拒绝，声音瞬间委屈的不行，是不是殿下嫌弃我了？小兔子简直目瞪口呆，挖个槽，太傅竟然也会委屈巴巴，你是不是嫌我身上有伤，手脚笨拙，否则以你的性子怎么会主动避开？罢了，许是年岁渐长，殿下的性子也变了。啪嗒，衣服落地，小兔子竟然脱了。太傅帮我吧，我没有嫌弃你。内心早已痛哭垂地，造孽啊，为了稳住我这20组人设，我到底是脱了。太傅小心翼翼地为小兔子上药，殿下忍着点，我很快就弄好了。一点点为小兔子的伤口上药，自己从未好好端详过他，他的身形介于成熟与青涩之间，削薄消瘦却有难以忽视的力量感，宽肩窄腰，那天就是这双腿缠住了他。殿下药上好了，长宁可让你舒服了。小兔子有些懵，太傅怎么凑得这么近，而且他的话怪怪的，像是自己为了完成任务故意勾搭其他人会说的话。可太傅是什么人？他端正自持，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，也可能是自己想多了，太傅只是关心他吧。太傅见小兔子走神了，殿下你在想什么？小兔子赶紧打岔，没什么，时候不早了，太傅你早些休息吧，我来守夜。小兔子慢慢的将衣服穿上，这些群狼从这里被驱赶，想比起其他地方，这里反而是安全的。太傅提醒道，殿下不必着急穿衣，背后的草药容易被蹭掉。小兔子根本不在意，我没事的。小兔子舍身相救，独自应对战群狼，也让太傅对他的感觉不同了，主动帮小兔子上药，这也是他第一次认真端详小兔子的身影。小兔子有点懵，为什么太傅感觉怪怪的，也可能是他自己想太多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太傅你早些休息吧，我来守夜。长宁睡不着，便陪殿下一起守夜吧。两人在夜色下的背影真是般配，太傅看着萌萌的小兔子，夜里寒凉，如果殿下觉得冷，可离我近一些。小兔子笑得明媚，没事，我身体好着呢。然后没多久，小兔子就睡着了。太傅看着这样人畜无害的小兔子，将人揽进怀里，殿下你为何拒绝我呢？睡着的时候又很乖了。第二天天亮，温一桥终于找到了小兔子，听说你掉下悬崖了，我真是急死了，这几日过得可还好？小兔子连连摆手，没事了，就是遇到一群野狼，但被我赶走了。温一桥更加崇拜了，殿下你居然赶走了野狼，你太厉害了，那些行军打仗的人怕见了野狼也要畏惧三分。那之后呢，还发生了什么？温一桥简直星星眼了。这时太傅弯下腰看着温一桥，冷冷地说道，温公子现在最要紧的是离开这里。温一桥连忙蹦来，哦好，内心却很是不满，这该死的老古董有他什么事啊。三人坐上马车，走，我们回东宫，三人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。太傅泡着药浴，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上次中蛊，这次坠崖，这些事绝不会是偶然，吩咐身后候着的管家已派人去调查清楚，越快越好，先去查一下那个马奴。太傅难道开始怀疑是马奴了吗？马奴数次暗害小兔子，已经让太傅对他产生了怀疑，马奴的手下又出师不利，让马奴怒不可遏，这都是第几次了，吓得下属立马跪下，殿下臣办事不力，请责罚。
马奴的脸色阴沉，起来吧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将自己的扳指摘下。太傅帮不了我们，太子的人蛰伏不出，现在的情况对我们不利，是时候让母妃瞧见我了。你拿着此信五和一封信，找机会在他出宫的时候给他。此事不必遮遮掩掩，最好让太子知道我的回归。我那位愚蠢的皇兄定然不会罢休，届时我等着他自寻死路。趴在床上的小兔子正享受着系统的马杀鸡，突然提示新任务来了，阻止端妃与马奴相认。系统有点惊讶，嘻嘻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次的任务刷新的特别快？小兔子也感觉到了。根据剧情来看，马奴和端妃相认是在大后期，现在的剧情就和开了加速器一样。系统挠了挠头，也有点方了。那嘻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小兔子思索了一下，现在还不清楚原因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随即系统便把刷新的剧情传给了小兔子。端妃因为马奴提供的信息与他相认，太子的探子也因马奴故意当初的消息得知此事。为了稳固太子之位，太子决定对马奴赶尽杀绝。然而端妃早就派人保护他，就在太子对马奴赶尽杀绝的那一刻，事情败露。皇帝得知此事，怒而将太子打入监牢，而此事也成为了太子一步步走向悲剧的导火索。这时一道声音传来，殿下，探子来报，是关于走失的四皇子一事。小兔子震惊，探子果然来了。系统又发布了新任务，阻止马奴与端妃相。系统却觉得剧情发展得太快，而小兔子却不清楚原因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系统刚把刷新的剧情传输给小兔子，就传来探子禀报的声音，该来的总归是来，接下来只需要守在太傅府附近，等马奴出来便绑架他，做出要害他的样子。城郊的乱葬外，马奴被绑了过来。原来我那失踪多年的四弟弟竟是你，你可不要怪做哥哥的无情。我们流淌着帝王家的血液，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血肉相残的命运。投胎生在普通百姓家里，倒也能全虚全，倒是可惜了。我这就送你上路吧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人暴力的打开，端妃驾到。端妃怒气冲冲的大喊道：“住手！太子你疯了不成？他可是林乔你的四弟，你怎能下此毒手，残害自己的手足？”小兔子立马秒怂：“谁残害手足了？这个卑微的马奴怎么可能是我的四弟弟？”端妃，你莫要胡说八道，本营只想教训这个胆大包天的奴才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尊卑之分。殿下正眼说瞎话的本事越发见长，若你不知他的身份，为何要私自处决太傅的奴仆？再者，处决一个无足轻重的下人，为何要来这乱葬岗？你分明就是想毁户灭迹。小兔子有点尴尬，完全没机会顶嘴而为，还愣着于什么？太子残害手足，立即将他拿下。为了保持人设，接受了新的任务，小兔子将马奴给绑架了，刚要准备对马奴动手，端妃的人赶了过来：“住手！太子你疯了不成？他可是你的四弟，你怎能下此毒手，残害自己的手足？”随即对手下吩咐道：“太子残害手足，立即将他拿下。”手下的人怒气冲冲地朝着小兔子走过来，小兔子连忙摆着手：“等一下你，你们竟敢，我可是太子。”慢着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小兔子愣住了：“端妃，您不分青红皂白，如此大张旗鼓，难道是不把太子放在眼里吗？太子身为东宫之主，他的威严岂能被您如此轻易践踏？”小兔子根本没有想到，太傅他怎么会来这里？谢大人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端妃语气充满了威胁：“不分青红皂白，我亲眼所见，太子残害四皇子，难道还有假不成？”太子已经说明，他之前并不知道马奴的真实身份。对于殿下来说，处决一个胆大妄为的奴仆有何不妥？太子究竟是在处决一个奴隶，还是在残害皇室的手足？谢大人，您在这里的辩解毫无意义，我会将这一切原原本本的汇报给陛下，陛下英明自会决断。那么请端妃务必如实呈报，这位身份不明的马奴曾用蛊毒残害过我和太子。不仅如此，这次太子坠崖失踪，我已找到确凿的证据，与他有着不可推卸的关系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端妃根本不敢相信。太傅很是温柔地安抚着小兔：“殿下，咱不理他，有长宁在，莫怕。”太傅的护妻模式开启。小兔子为了下一步剧情打算对马奴动手，端妃带人赶了过来，阻止了小兔子的行动，随即便命人将小兔子捉拿带走。太傅居然赶来救妻，小兔子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太傅会过来救他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原书里端妃禀报皇帝后，他才知道这件事，而且太傅是什么时候知道马奴害我坠崖的？难道剧情又变了？太傅拱了拱手说道：“既然此事是两位皇子手足相残，臣奉劝娘娘还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好。接下来的话让端妃脸色一变，陛下绝不能容忍一位失踪多年的皇子杀太子，是本宫小瞧你了。”谢大人还真是算策无疑，娘娘过誉了，臣身为太子太傅定然要护殿下周全。马奴脸色阴沉：“这绝不可能，太傅你这是被太子下了迷魂药不成？
明明上一世太傅很是厌恶太子，可你如今为何处处护着他？到底是李出错了？明明我已经拥有了前世的记忆，提前布局，明明上一次的太傅不是这样。随即太傅也冷冷地说道，四皇子，人会改变，比如此刻的你，与我初见时那淳朴的马奴截然不同。马奴状似疯魔了一般，我让你失望了，可是你忘了吗？你本来就是我的。上一次蠢太子死后，我们很相爱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就算你青睐太子又如何，这一切都会沿着他既定的轨迹运行。太傅不解地说道，你说的这些话是何意？太傅不懂，但小兔子却明白了，原来马双是重生者，怪不得我会觉得剧情的发展速度过快，原来是被他人为推动的。小兔子转头对太傅说道，不必再听他胡言乱语，太傅，我们走吧。正如马奴所说，这个世界会沿着他既定的轨迹运转，即便我没有像书中那样因谋害手足而被下惩罚，但回归的四皇子在主角光环下仍旧平步青云，而东宫逐渐隔庭冷落。殿下，这些奴仆们越发胆大妄为了。砰的一声，大门被大力的推开，来人正是温一桥。仗着殿下你如今不受宠，便愈发谢解待。我方才让他们清扫一下院落，他们竟也是推三阻四。小兔子很是不以为然，扫了给谁看？毕竟东宫除了你和太傅，已经多日无人拜访了。温一桥很是愤愤不平，你难道就不生气吗？如今那个臭烘烘的马奴可是骑在你头上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恐怕真如传言中那般，你要被废了。废太子？你倒也不必支支吾吾，父皇若想废掉我的太子之位，那便废吧，世事本无常，我何必挣扎。小兔子很是看得开，且不说我的任务就是走完剧情，再者这种封建王朝的太子有这么好当的？殿下真这么想？太傅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马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这绝不可能，重生一次，为什么这一世太傅会这么护着太子？小兔子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剧情会发展的这么快，原来马奴是重生者。马奴也不气馁，没关系，一切都会按照既定的轨迹进行，事实也是如此。小兔子被冷落了，好基友见状都为他愤愤不平，小兔子却不以为意，反正自己也无心太子之位，废了就废了吧。小兔子的一席话全被太傅听到了而已，殿下真是这么想的？太傅你来了，今日可也带来有趣的话本子。殿下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小兔子长叹一声，哦，我确实无心权势。太傅简直恨铁不成钢，是我太过纵容你了。小兔子不甚在意地掏了掏耳朵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无尽的才能，我为何要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？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殿下你可不要忘了，你是大辽的太子，是储君，从出生的那一刻，你的命运便与常人不同，无论你想不想要，只要你还在这个位置一天，你就要肩负起大辽与子民的期许，而不是任由朝野割裂内斗，殃及无辜的子民。太傅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我根本不是那块料，那位天之骄子也不是我，很是无辜的摊了摊手。书里都写了，这些事另有其人，我又何必改变故事发展呢？太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太子，我以为你不是原来的你，但看来是我错了，长宁是太子之师，既然太子自觉无力承担重任，我又何必做徒劳无功之事？转身便迈步离开。温一桥大声地喊道，谢大人，你别走啊，有话好好说。殿下，虽然太傅那个老古板有时候说话难听，但是今日他说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你怎么能坐以待毙呢？小兔子很是垂然地低下头，我是该做些什么，可是自己又能做什么呢？